系出下领啊，拢叫人插破啊！你哪样插破啊？哦，一定是对手遐个人哦，最样用的啦。是啊，即摆去调监视器，顺便叫记者来啦，后尾让大家知影对手遐个人偌恶极啊！家敢那无监视器呢？你想那停车？你无监视器的所在？是的啦。那呢，刚叫要叫记者来。来啊，当然嘛要叫。头家啊，阿你要倒啊？这要叫王炳大侠。哦，没问题啊。李俊杰，我唔对，我就是今天派来哦，要驾驶你的正义书记啊，我唔正经啊你啊，你俩准你哦，盖了不起死了。啊，可惜恁某出来选举，敢唔知通要检点？这不是就去酒店咧拉妹妹哦，还到伫电视店讲老母爱歹话，还阁有啦。那陈一凡，人家陈一凡全部咧搞出咧不公不义的正义记者呢，人家甲你所有代志哦，拢讲遐选民知，拢是为你好。啊！你无甲感谢，就准拄煞颠倒甲歹人哦，去甲设计去甲陷害。哦，你安怎敢是人啊？唔对，你根本就唔是人。你只不过是想去边仔吃一只狗尔。哎，你闪啦！我咧讲啊，甲你家狗嫌我嘴个垃圾，参照迄种无情无义、无血无目屎的肉吼，一定是臭酸的啦。好啦，你就当吃好啊，甲吃好啊，只要玩一下。哎，底下我得哦来一箱箱啊！啊，我的天啊！哎哎哎，李姐，快拿好酒枪，李姐！够厉害的呀，你就爱射伊啊，夹唔通哦，夹啊夹啊，总跋落山坑仔无？哎哎，拜拜。李姐，李姐，李姐，好酒枪，李姐，你们走，李姐，啊，李姐。真正无幸福嘞！这世间哦，根本就无鬼啦！我才唔相信有啥物好兄弟嘞！李姐，妈咪问你哦，昨天妈咪教你的英文单字，你有没有都背好了？有。有哦，那你今天英文考试要加油，不可以输给李冠廷，知道吗？啊，可是我每天都输他哎。所以这次才一定要赢啊。不可能啦。有什么好不可能的？你呀，就是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啊，所以每次才会输啦。一下，你呀，跟你爸比一样笨，小笨蛋。嗯。哎，蛋姐，蛋姐，你哪会不干呢啦？而且我拢打电话给你，你为什么都不爱接？贵阳走去倒位啊？你别忙啊，要辛苦啊。哎，蛋姐啦。你先跟我讲嘛，没事再去洗啦。你想要知影是？我即摆就讲给你听啦。我让人再去山顶丢包创治。山顶啊，手机啊无信号，我行几十公里才行出来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你让人丢包？妈妈，丢包是什么意思？是把背包丢掉吗？